些像一些马达自动转向线啊，自动的生产线啊，那还有一些加工的一些案例。都在新 GP 下面，啊，我们这里主要是从业群早期在1987年的时候嘛，还有新 GP， 再加上了解 CMP 学习的技术承接，然后成立了一个马的单位。那我们目前 CMP 的来讲，就是有一些资金来源由工业计划的一个投入，那有一半是来自于我们的辅导案，就是去帮客户做一些案子。反正你要计算准就对了，不是像早期说的麻烦，那我也可以说，因为最近很忙，忙的话要慢慢的话，你会的时间比较长。对，或者对，当然没有你的这个是这一台 C 台，还有你看得到里面的几台机，都是我们都要准备的。这一台也是，这一台也是，然后还。